那没有见面的人，鱼哥都爱的鱼哥死去活来的。你说啊，他傻不傻？下午叫他走，他不走。新风哥被你气死了，喜欢就拿钱砸呢，这还怎么砸呀，大哥？你哥也给我发短信了，你愿意被我拐跑吗？你同意啊？你看鱼哥发的，你愿意被我拐跑吗？你说是真的？同意，同意。这鬼信啊！我靠，只有鱼哥信。只有鱼哥会信啊！只有鱼哥会相信啊！什么主播？跳舞的1971，我不喜欢跳舞的黑金哥，我不喜欢跳舞的1971是官方认证的频道啊，头部主播呀，好像是。头部主播呀，那咱还是找搞个舞团绝对行，我也认为我搞个舞团绝对行了，我要租个别墅搞个舞团啊。胖胖的，我不喜欢主播，不喜欢主播，主播太多人喜欢他了，就像你这种黑金哥这种人傻钱多的，人傻钱多的主太多了。必须想办法搞舞团。小兰在干什么？我靠，把太阳叫出来吃他妈麻辣烫呢。小兰在干什么？他娘的，小兰在干什么？我靠！你在哪里啊？出来吃饭。